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哈鲁卡。奥丁审判即将新增最新的职业吟游诗人喽！这次除了曝光职业的详细介绍之外，游戏新增的精英副本无限之塔也将带给玩家们完全不一样的全新挑战。废话不多说，今天就赶快跟着《电玩宅速配》的脚步，一起来一探究竟吧！吟游诗人是奥丁审判在接下来改版中所新增的全新职业，他是祭司职业的全新分支，同时也拥有能赋予友军增益甚至敌军减益的效果，是一支可以依照战场状况进行调整的辅助职业。如同战场指挥家一般，吟游诗人能运用音乐产生多种状态，为团队必备的辅助之一。看到宣传影片释出的样貌，你是不是也想要练一支了呢？本次新增的精英副本无限之塔是瓦尔哈拉战士们的无限领域，玩家们只要通过第十章酷寒的引路者主线任务，就可以进场挑战，从第一层开始慢慢往上爬，依序挑战 PVE 精英副本。无限之塔的各领域区分为击杀所有怪物的歼灭战、指定时间内生存的生存战以及 BOSS 战三种战斗方式，首次通关各楼层时便可获得奖励，赛季结束时，根据通关的最高楼层，还可获得特殊奖励。想要挑战极限的玩家们，一定要好好修炼自己的角色喽！以上就是我们电玩宅速配针对本次《奥丁审判》改版所介绍的所有内容。感兴趣的玩家们，不妨拿起你的手机下载游戏下来体验看看哟。